哎呀，让我别想跑、哦！哎呀，这什么？变换动作，撞你啊！对，你三两个妹子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！我香香今天来玩这个快银的新功能啊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暂停！哦哟，哇，玻璃整个碎掉啊！嘿嘿，轻轻碰一下就整个滑过去了。哇吼！哇，好多车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超级慢动作！喂，哟！夹击，两边都撞一下，前面也撞一下，好扁啊这台车！哇，要滑过去啊！另外一台车也撞一下，哇，哇，感觉好爽哦！那我们试试看打人会怎么样啊？换一个红色小弟，喂，开哦，无敌风火轮啊！好好玩哦！打油可以吗？哦，飞走了。嗯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就是你啊，可以撞在一起吗？我试试看。哎、欸、哦，哇，哦，喷血了，啦，好疗愈的感觉哦。哦、我们换一下大货车。哎呦，哎呦，车子碎了。哎，我来救你出来，救你出来。哎，车子被我不小心撞倒了。哎，跑走了、啊，等我一下啊。啊，先在那边等我一下。过去啦，这不太扯一点啊？警车来了啊！警车来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哇！前面都碎了 ，Oh no！ Come on， come on！ 哦哦哦，要爆了吗？他撞，飞起来了！哇，爆！这样打得到吗？不行啊！哇！哇！啊，有更多警车来了！把、啊、那个门打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来玩一下这门？哇，那个门就直接这样弹开，哇，太扯！再一次，哎、欸，小心啊，那个门，哇，飞走，嗯，在打哪边啊？啊，这里啊，哇，这台车是怎么回事啊？烂了，拖到他的小 JJ 了，他的小 JJ。哦，把你打回去！哦，哇，哦，好暴力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这次要对这个闪电侠邪恶的版本，还是穿黑色衣服的、啊？喂，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，暂停！哇，车子对你没有用啊！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用推的。Come on， 了不起哦！走开啊，走开啦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打你哦！你完全摸不到我啊！怎么讲？走开 ！Come on， 走开！哎，你真的走开去欺负别人了，欺负路人了！哎，回来！哎！对手在这啊，欺负什么路人啊？放开那个女的，放开她，放开她！哎呦，屌是不是？是吧？过来，哟，过来啦 ！Come on, baby！ 哎呦，你要爬着在，过来，打不到我，啊！对，
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好像用那个龙卷风来对付我了。过来啊！哇，他瞬移哦，厉害啊！干嘛躲树后面啊？要去哪里啊？啊，来跟我玩躲猫猫，对不对？现在是玩一二三木头人吗？这台车，等一下，我开啦。想玩一二三木头人呢？一二三，奔过来了啊！好，一二三。你想干什么啊？看到你就不要动啊，对不对？要动要打死你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一二三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！必杀技来，哎呦！哇，闪电侠不是不一样哦！冲过来，快！去哪里啊？来，再玩一次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哦，到底在干嘛？在这里啊，老兄，你不是在玩躲猫猫吗？不要走嘛！come on，放你一马，来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我在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啊？这什么？龙卷风在，龙卷风，用这个来对付我啊！太屌太屌！好，我们来血池一下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军事基地，一堆人拿枪指着我啊！这样子不太好啊！把枪拿过来，EO 啊，还你！我就把你把枪拔起来。好酷啊！他可以把枪拔起来，有没有？那武器抢走了。把人拖起来了。枪不太好啦，对不对？对付我只用拳头就好了，枪收起来嘛，好不好？拔起来，来来，还你，哎呦，好痛，哎呦！飞好远！这台车让我打一下。Come on， 出来了啊！这边坐车子 ，Come on， 跟着我，走。Come on， 还要躲在后面是干什么的啊？车子居然立起来！你想干什么啦？呀，不用这样啊！去吧！撞到你的兄弟了！居然会把我撞倒干什么？哎呦，炮弹来，哎呦！看看我手上是什么炮弹？坦克的炮弹居然是火箭筒的那个炮弹啊！这样子丢啊！穿过去了，没有中啊！好可怕！再一次！接到啊！再一次！丢！就中吗？有中吗？为什么啊？明明就打到他！好啦，没问题，给你轰，追不到我的。OK， 哇，弹走了啦！好啦，我们这模组介绍到这边了。这个游戏，这模组还蛮好玩的。OK， 喜欢我的频道，别忘了订阅啊！多分享出去吧，这个好玩的快银模组啊！下次再见。